施坦威钢琴是每个钢琴家的梦想，也是 95% 以上独奏艺术家的首选。除了经典优雅的黑木琴身，施坦威限定版及特别版系列都能完美传达出您的独特个性和品味。165年来，施坦威征服了无数钢琴演奏家，全球全施坦威学校已超过200所。正因如此，施坦威钢琴也成为郎朗、王羽佳和张浩辰等顶级钢琴家演出的唯一选择。2020加拿大青少年艺术家模范奖近日以线上直播的方式举行了颁奖典礼，给温哥华以及多伦多的优秀钢琴小艺术家授予证书和奖牌，对他们过去一年做出的杰出成绩给予认可。加拿大青少年艺术家模范奖由通力琴行与加拿大施坦威青少年艺术家俱乐部主办，今年已是奖项设立的第三年。俱乐部执行总监范凤兰女士表示，模范奖的初衷是希望倾听每一位琴童学习钢琴背后的故事，并对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展现的精神和努力给予肯定。我们会主办很多不同主题的慈善音乐会给他们去参与，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可以提高小艺术家们的领导能力跟那个社交能力。 The Center of Excellence Awards are designed to recognize the whole package, so community serviceyou know what they do, education, volunteerism, as well as the music, because I think we all believe that music is not just important for music's sake, but it's important to your overall success. 今年模范奖特意邀请了温哥华副警长 Howard Child 前来担任颁奖嘉宾。他赞同音乐教育对学生成长带来的积极作用，也提到我们应该为自己的文化背景感到自豪骄傲。For all the recipients and those in the different communities,ethnic, racialized communities in Vancouver is so important that you should celebrate your heritage and your culture and everything else that you bring to make Vancouver better. 颁奖嘉宾在台上逐一宣布获奖名单，获奖者透过镜头展示自己的奖牌和证书，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作为获奖奖励，主办方将在3月至8月举行一系列活动，如礼仪课、音乐大师班等。凤凰卫视苏一恒、李玉明，温哥华报道。